好啊，哎，上课了，大家好，大家晚安。OK， 刚刚有没有听到钟声？嗯 ，OK， 那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一个步骤哈。今天敲钟的人不太专业啊。好，今天大家还好吗？好吧，大家是有心事是不是？出来旅游都有心事吗？你们，我们要不要聊心事？好了，啊 ，OK， 你们好不好？OK， 哎呦，妹妹，汽水，要多喝水哈。OK， 那我是村长哈，欢迎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那我们今天呢，安排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团体，他们叫南王姐妹花。他们曾经得过金曲奖哈，啊，今天有卖他们的专辑，我先卖关啊。他如果你喜欢的话，热爱他们的话，我们那个摊位那边有那个铁花好店有卖他们的专辑，很便宜啦，跟台北哦，跟台北的差不多都一样的价钱哈、哦。那待会演出当中呢，各位都可以走动哈、哦。那不过在演出当中啊，请尽量把声音弄小声，因为今天这个非常有气质的一个演出哈、哦。啊，南王姐妹花，只要他们一开口。啊，那都是那个什么，会把你今天晚上要睡觉啊，过去几天睡觉睡不好的部分哦，今天都会把它睡得好好的，会睡得虎虎生风。嗯，那演出当中呢，你如果要上厕所啊，我们这边厕所在这边哦，女生厕所、男生厕所啊，演出当中还可以，也是可以抽烟了，那边是抽烟的地方哈、哦，那火炉那边啊，你在那边一次抽5根10根没关系。啊，不会有人反对，手上有盖个章，你随时都可以进出这个票口，啊，吧台在那边哦，养颜回容的饮料都在那边哈、哦，非常好喝。啊、你如果在脱水啊很严重的话，那边都可以喝得到，铁花村在地部落的调酒，有没有喝过部落调酒？村长推荐哈、哦，有三种，哦，一个叫什么去了？啊，管他的没啦，你当那个就好了。姐妹花。南王姐妹花呢是个啊，妈妈都不一样的哈，不要说哦，姐妹花都是同一个妈妈，不是啊，他们都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在一个同一个部落，然后又嫁给同一个部落的老公，哎，不是不一样的老公啊，不一样的那个哈。哎呀，今天天气太热了，今天有没有很热？今天，然后 OK， 有没有感情啊？你们有没有带感情来？OK， 妹妹你有带感情来，叔叔好高兴，我应该是叫阿伯的啦。好 ，OK， 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感谢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愉快，平安。那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演出，团体叫南王姐妹花。哇，还是有人哎！姐妹花，你们还没有上台，狗狗都先上台。哦，他家耳下。大家晚安。你们今天是路过吗？对。哎，刚好哎，今天有表演，然后可以进来，不晓得是谁的。好，我们是南王姐妹花，我是慧琴，我是玉琴，我是美花。谢谢你，我很像我的声音在颤抖。好，刚刚村长介绍说，如果你们昨天睡不好，听完这场演出，你们应该好好睡觉。所以呢，我们第一首歌就让你们先，先培养一下睡觉的情绪，知道吗？对，我们
没有病好，不可以打呼。对，那个村长说了，不可以呼呼生风，等一下让我听到打呼声，呼呼呼，看看。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叫《思故乡》，我们唱完之后再来介绍这首歌。叫做思故乡，
我们是卑南族人啊，美花是阿美族，嗯，所以我们刚刚唱的歌曲是卑南族语发声发音的歌曲。那这首歌是收录在我们第二张专辑里面，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唱母语歌曲，好，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流行音乐的网去找的话，找不到我们的歌。那这首歌呢，是我们卑南族的音乐之父陆生宝陆老师他所做的一首歌曲。他整个的意思是说，买专辑里面应该会介绍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好七八月是台东的丰年祭、海祭跟收获祭，那其实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是我们台东原住民子弟都要回家的时间，那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工作甚至是念书啊，对，没有办法回来，所以我们用这首歌来代表他们想要回家的心情。对，那原来这首歌曲是在写在金门在前线当兵的子弟，然后是用部落的这个家人的心情去不对，颠倒，刚好颠倒，我刚讲那个是外地的孩子，是外地的孩子，他们就是刚好就是看到飞机往东边飞了，然后鸟儿往东边飞了啊，他们要回家，对，他们要去布鲁马，对，因为这个是布鲁马的，所以他要回去布鲁马部落去参加祭典。所以正好也符合现在的这个时间，我们整个台东的祭典乐，唱一首《思故乡》。好，听不懂哦，不关系，不关系，不关系哦，当成英文歌来听哦。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大家听得懂，对，对，我们用国语发音。这首歌也是在专辑里面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是你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只有玉琴一个人唱，玉琴，对，我是慧琴，对，这首歌是陈建年的海洋吗？对，应该是海洋那一张专辑，海洋专辑里面，对，唯一的女生，我们不要唱海洋啦，我们要唱这个啦，不要这样，你让我想念他了。穿上彩虹衣，thank you.
谢，穿上彩虹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祝福就是彩虹衣。我们没有文字，我们只有针跟线，还有刀子。然后所谓针就是我们的笔，我们的线就是我们的墨。我们把我们的文化都穿在身上，就是这样。嗯，好，所以这首歌就在写我们的衣服。你们还好吗？快睡了吗？你们刚刚，你们是吃过饭才过来的，对不对？应该更想睡。对，应该更想睡。吃饱了很好睡觉。酒不要喝太多，我怕你们带我睡着了。不会啦。那你们都从哪里来？不一样的地方。有从西班牙的吗？台北。罗马。高雄。外地就是台东县以外的朋友。我讲国外，你讲台东县以外。不要这样啦，哎，很多哎，真的。他们都是不小心路过。我相信都是。我就故意讲欧洲那边。啊，这样。对。好吧。因为我们这边欧盟啦。对。嗯，你知道欧盟的意思？我们是走那个欧风路线的。对，是走欧风路线。对。欧巴上，欧基上联盟。欧盟。知道了哈，那姐妹花对中古美少女，为什么中古？因为他们走欧风路线。Yeah.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唱那个，当然是前半段我们会唱专辑里面的歌曲，第一张或者第二张的都会有，然后我们尽量就少唱一点点大家听不懂的法语歌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妈妈的花环》，那非男主是一个爱花的。看到他们在祭典的时候穿上彩虹衣，然后一定会佩戴花环。好，啊，花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祝福团圆的意思嘛。OK， 好，那我们来唱这首歌曲，也是让你们听得懂的歌。后面会听得懂。Oh, oh, oh.
怎么办？越唱越喘呢，那个体力已经不像了。哎，我们从18岁唱到现在，当然体力不够了。好吧。我们今天呢，分上半场跟下半场。我们上半场呢，我们大概唱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语歌。嗯，对。那下半场呢，大家中场千万不要离开，好不好？继续留着。哎，我们下半场是不一样的。为了铁花村，你要叫他们离开去买酒。对，中场要去买酒。买饮料了，嗯。哦，买饮料了。哎，对，逛一逛，走一走。我记得我们以前哦，刚开始就是出这张专辑的时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还很小，国小吧那时候，对，然后他们都会在前面这里，就坐在地上，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唱歌，然后就拍手。现在不想理我们了，刚刚还跟我说，妈，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哎，拜托，上半场捧个场吧，下半场我们唱一些比较。我们这个年代的歌曲，你们再去玩嘛，好不好？还拜托他嘞。哎，我们应该叫他们上来唱歌，对不对？嗯嗯，对，好不好？等一下，这个没有彩排的哦。等一下 Q 到他，他会也会。姐姐跟弟弟可能已经跑掉了。嗯、真的吗？对啊。在哪里？哎，真的跑掉了呢。刚刚不是还在吗？不是，他�刚刚说妈，我就勉强听个三首歌，等一下就不要理我了。真的吗？我不是跟他说上半场。上半场吗？对啊，什么？现在不在了。他偷偷跟阿姨讲说：“你等一下，只听三首。对，最大限的时候。好啦，我们来唱那个让你们比较不会睡觉的歌曲了。哎，我总要问一下，你们还好吗？好好，会不会热？很热。不会。很热呢。我们台东几个太阳？九个太阳。九个太阳，哎，气质。刚村长说，对，刚才村长说到这个，就真的是，对，害我们今天都不敢乱讲话，你知道吗？对啊，走气质的路线部分，真的是脚都不敢张开了。本来想说张开一点，对啊，我想要实在太热，想要伸一下裙子。对啊，想说把它拉高一点，可以看吗？不要看啊。汗蒸了怎么办？闭眼睛哦。气质，上半场有点气质，下半场就随我了。没事哈，穿个牛仔裤。好啦，那我们要唱这首歌曲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稍微会有一点轻快。
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我会回到大雾山下，再也不走了。哎呀，山的羊也是美的妈妈，哎呀流呀流着呀，对，我只是很怕年久失修哦，所以你们要等下赶快去买饮料，他们才有钱整修，下一次再来我就可以跳了。你不觉得那个地板有点倾斜吗？干嘛像斜向梅花那里，那有点重。不过这样好啦，你那边斜一点，我这里就高一点，对不对？是不是挺好的？挺好的。那个。就这种快的歌大概只能唱一首，真的唱不起来，要稍微对缓一下缓一下。刚刚的大武山其实是它大武山下大部分都是排湾族的族群比较多，那太平洋海滨多的是阿美族，所以我们等一下唱阿美族的歌给你听。对，我们刚前三首唱的是卑南族，因为那个卑南族有点含蓄，什么？他们就比较内敛一点，所以他们的歌曲是轻轻柔柔的。那阿美族呢，就像刚才那首歌，它其实是阿美族的旋律，就非常的像海浪一样。对，他们是海洋民族。OK， 但是这首歌我们还是先缓一下，刚刚真的有点太激烈了，真的有点不太稳了。休息一下，给这个木板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唱一首。欧风系列有点喘。好，月夜思郎。其实这首歌，也有很多族群改编，改编吗？算改编吗？翻唱，有填上他们自己各自的族语的母语的歌词。对，卑南族也有。那我们唱一下阿美族的，因为这两个月真的都是阿美族的祭典比较多。对，那在台东的阿美族算是。大众多数的，像我们卑南族就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常常被他们没有了，没有被欺负了，没有被欺负哦，我们和平共处。对，好，所以这首歌夜夜咱们的阿美族的美花先唱，我先深呼吸一下，刚刚那个束腰好像有一点。是吗？也没什么笑呢，肚子还是很大。没什么笑，你是说他们没有笑吗？对，你们为什么都不笑？好，谢谢，就唱这首《月夜思郎》。
下，翻译一下给你们听。翻译一下啦，这个德国歌曲。对，这个很德的国。对，他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女生，她在想，可能想老公，可能想男朋友。然后她的意思是说，在很深很深的夜里，她独自一个人站在路边，在路边干嘛？她在想她的情郎，想她先生。然后想他远方的先生跟先那个情郎是现在的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保重他自己的身体？当风一吹过的时候，深夜的风比较冷比较凉，他就担心说：“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我亲爱的啊？”就是这样，这么浪漫哦！其实这首歌真的很浪漫啦，就这样哦，就是这样，听起来不浪漫吗？不知道，因为可能是德国。他一个人站在路边呢，很深的夜里，多危险啊！又没有人保护他，保护，没有人保护他。哎，为什么要说保护？其实哦，就原住民来讲，每一个族群其实都是，就是不同的国家。我们卑南族跟阿美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他们讲的语言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完全听不懂。对，所以呢，其实我们是不是要给彼此鼓励一下？因为我会唱阿美族的歌，然后你也会唱卑南族的歌曲，这样。厉害，尤其是我们的美花。其实阿美不是对，其实美花真的很厉害。我们出了两张专辑，都是唱卑南族的歌，然后他居然可以唱得那么好，这样，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学一首阿美族的歌曲啊，对不对？虽然我们听起来，对你来讲，然后唱德国语这样。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因为有一次我去花莲宣传我的业务的时候，我去吃中餐，那个老板娘是阿美族的，然后我跟她讲，我也是阿美族，我台东的，她说，你是吗？我说我是，而且是很纯的，她跟我讲。你比较像台湾族、卑南族之类，你要不要去问一下你的祖先？一定有混到有秘密。我心里很纳闷，是我比较知道，还是你比较知道？竟然他叫我去考古，我有点生气。可是他的菜真的很好吃。我知道，因为你嫁给卑南族，所以你现在有卑南族的气息。对，我的长官也说我被同化得太厉害。我说我是去卧底，他说你这卧底也未免被同化的太厉害。哎，对啊，我们要介绍一下呢，我们刚刚忘记了我们那个后面的幕后英雄。幕后英雄哎，对，怎么介绍？怎么没有人要理他们的感觉？哦，好啦，很不甘愿，不甘愿，不想介绍。我们先从那边好了啦。好，你嫁给那个卑南族的。灯光打一下，他有点暗。好，这是夜间部同学，他叫志明。所以你是春娇吗？哎，对，麻烦请叫我春娇，那是我的花名。好，志明是贝斯手，然后中间是我们杰仁老师，他是我们田花村的灵魂人物，所有的看到的那个节目的安排、邀约的歌手，其实都是他们，非常好、非常厉害的音乐老师。这个呢？好了，他是我的夜间部同学。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慧琴了，他是大大，我是小小，所以我们加起来要叫尖尖。那你就勉为其难跟那个，对，我们每次都要抛弃他。对，每一场的演出，我都要跟杰任搭配一下，搭配一下。对，他是他的良人。那你是他的娘子？很善良的人啊，杰任良人。其实哦，姐妹花的第二张专辑啊，合作的对象是 NSO， 就是国立交响乐团。哦，对。然后呢，因为第二张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把交响乐团请来，所以我们就找来三个嘛。对，所以他们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勉为其难。对。对啦。哇，好庞大的乐团哦，真是太荣幸了，可以邀请到他们来。我觉得我们话很多呢。对，一直在混时间呢。啊？陈红老到了吗？还没有了。好，我们要唱阿美族的那个歌曲。我们后面都唱阿美族的歌哦，就应应他们丰年祭的。对，我们的祭典过了。一起来。好，然后像海浪一样跳舞吧。好。
结束了。我刚刚还想说我要跳舞了嘞。很热。很热吗？已经吐石榴了。听说我们唱错了。对，我们唱错吗？对。我们唱到哪里？就哪个有一个段落唱不对，你们有听出来吗？听不出来。还好。你要知道这边有村长是马当的哦，村长。村长。发哥很生气。真的吗？村长，村长在哪里？好。好，还好。我们等一下海边捷贝壳给他啦。我刚以为他会跳，他会出来跳舞，他会跑去哪里了？你敲钟的时间还没有到，要跑去哪里？好啦，那个我们刚刚小小唱错了一下，还好你们听不出来，没关系。这首歌曲是没有意义，任何意义的。呀那呀吼嗨呀那噜湾，它都是虚词，然后就看当下旋律是什么，心情是什么。就会配上亮着的音乐，所以听起来这个应该是在描述马当姑娘很漂亮，那男生看了都有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可是呢，那个阿美族是母系社会，所以要怎么样才能把她娶回家？所以这首歌就是一群嘎布的男生，我们有年龄阶层嘛，嘎布的男生在敲边鼓，就鼓励的，就鼓吹那个男生一直去他们家去把那个女的娶回来，千万不要嫁进他们家。对，哇，很有心机的歌啦。所以呢，没有，我们唱得很开心啦。是，所以他们要去海边捡贝壳。对，所以现在是换女生要去海边捡贝壳。捡贝壳干嘛？回家自己吃啊，有怎样？当然就自己吃、啊。我还以为有什么下文了，有什么故事嘞？没有。你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它也是没有词，它都是虚词。然后我们就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会唱这首歌。就妇女去海边捡贝壳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们很高兴，捡得很快乐。捡到一半，你可能会听到他讲：“又捡到阿旺哎！”阿旺是海胆的意思。这样，还有那种很高兴、很快乐的感觉，唱给你听啦。好啦，完全疯癫了，我的气质呢？
边游泳一下。太太，把高跟鞋穿回来。突然变矮，刚刚。去海边真的不能穿高跟鞋，会陷在沙里面。你多讲两句话，我喝。啊，好累哦。我发觉我们真的不能穿裙子，真的。怎么可以？就是要这个时候才能穿裙子，因为再过不久我就要带孙子了。对，你比较早，对，他们家儿子已经，在服兵役了。对对对，嗯，所以现在完全对我们放生，不太理我们了。我们的才国中就不理我们了。对呀，才国中，你看才唱三首歌，他就说我要出去玩了。想当年我还想要当动感歌手呢，怎么现在才跳一首而已就哎呀，汗流浃背。对呀，汗流浃背。好的，好。接下来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当然我们因为上半场我们是安排的都是跟部落还有祭典相关的歌，所以最后一首我们还是要把今天刚才所唱的歌都献给我们的祖灵，所以我们唱这首颂赞祖灵，这是卑南族的，对，卑南族的歌曲，他有他的歌词也很有意义，他类似像在描述整个族群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也很希望，我常常也跟我的孩子讲说，这些歌都要去把里面的字都要去读通。他现在就是在告诉你，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还是唱歌好了，不要唱，不知道在讲什么语无伦次了。我来唱了这首歌，我们唱了这首歌上半场，我们就稍作休息，然后会休息个十分钟，不要忘记梦剧，去买饮料，去买饮料。好的，啊，最重要的还有虚的。可以吗？植入性行销，村长可以这样吗？可以啊。今天那个我们的那个好店，哎，台湾好店，哎呦，啊，真的，太好了，要好好研读一下。那个，等一下，我会连我的名字，我会签美花跟春娇。不要了，好啦，我会留电话，如果听不懂能打电话给我，好吧？里面有文案都有解释了啦，啊，是。然后你是想要你要干嘛？你要人家是买来盖泡面。哎呀，是。里面那个光碟挂在那个单车后面。嘿，hey, 不要这样，好不好？要这样哈。不过苍蝇也是会很有气质，对不对？慢慢飞。好了，唱歌唱歌。你们喘回来了吗？那个气还是没。不然我们为什么撑那么久？因为你们很喘啊。好了，知道这样了。然后，一定要讲出来吗？来唱这首歌曲，颂赞主灵，快乐的，回到部落风了，看看。踏点步，yeah.
续好不好？不要忘记去买饮料哈。有开了，谢谢。哎呀，亲爱的大家，那个去买酒的、上厕所的回来了。男孩，那个南王姐妹花现在从欧盟市场变成台东的中央市场了。感觉有点像那个、哎、舒服多了，真的是。因为我刚刚一直想要跳舞，可是穿裙子好像有点跳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决定穿牛仔裤上场。是怎样呢？刚刚穿裙子是想要做高抬腿的动作吗？这样子，其实我刚刚很有气质啊，对不对？然后现在要变得没有气质，不是啦，比较可以跳得起来。对，笑话可以多讲一些。不。那第二阶段呢，我们选了几首关于夏天的歌曲，啊，夏天哦，跳舞可以去海边，然后去海边去游泳，然后会怎样？会看到，对，有沙滩，有浪，有螃蟹，会看到，怎么可以这样？看到什么？比基尼女郎啊，我爱夏天，有帅帅的帅哥。他们不准我们唱这首歌，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的那几个男人，他说不行，你们不能唱这首歌曲，因为会看到我们姐妹花穿那个比基尼在海滩上面跑。我觉得我可以建议一下，其实可以唱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歌，对不对？老是唱我们那个年代的，哦，台下有那么多年轻人。总是要听一下啊，不然他们跟我们有距离怎么办？那听听看，我们妈妈那个年代听的是什么歌，对不对？这些歌曲也是我们跟他们学的啊，你以为哦？复古呢？现在是走复古风呢。好，好了吗？Yeah.
下半场穿回自己的衣服唱歌要舒服多了，真的是。可是我人家明明想要走气质路线，好，上半场已经气质过了，我要一直气质下去哦，是不是？我们没有骂小孩，其他时间都很气质。我们常常哦，礼拜五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几个家庭就会聚在一起。我们姐妹淘很多，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姐妹花，不是只有三个，然后后面还有一群一堆的姐妹们，然后我们常常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呢聚在一起，小孩到处乱跑啊，尖叫啊，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对，然后呢，你就会听到周末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好练嗓子的时候，对，骂狗啊，骂小孩呀、最后当然是骂老公了，对不对？累积了一个礼拜，没有。而我们的小孩都是有人会帮我们，都是他管的、啊，对，都是他管。阿迪，等一下会三个跑出来。阿迪有，他们叫阿迪，我们家有阿迪，我们那最小的叫阿迪，还有一个姐妹的小孩子也叫阿迪。啊，不怪不怪你哦。好，哪一个不听话的，修理。对，是这样。那姑姑她是坏姑姑，你知道吗？下半场不错呢，连狗都没有上来了。怕被骂。OK， 好，下半场来了，你看，哎，胖，他叫小胖，铁花村哦，铁花村很多很好玩的事情，除了有音乐有人之外，还有很多狗。不要这样，我们要正式。九花村只有两只村狗，只有两只村狗，那其他的呢？他一只叫林黛玉，一只叫小头，不要乱叫，等下他们冲出来。哦、真的、哦、好、啊。然后呢，那我们附带有收了一些附近的狗，有一只叫美丽、哦，对，之前有一只叫阿忠，但是后来他去天堂了，我们有点难过。啊，这只狗狗呢，这个它的主人是那个村长，村长的狗，它叫小胖，小胖，对，它明明就没有很胖、啊，小胖。然后其实后面有一只黑色的狗，哎，哇，耳下，对，耳下是我的，对，它叫耳下，耳下是我们那个。我们刚上台的时候，它也跟着我们上台。工作人员的一个那个泰雅美女，她叫拉瓦的养的狗。现在我们要介绍狗。对，我们还有一只狗，对，它那只狗的名字真的很像那个名牌的名字，叫做 Lily Koi。讲到这个，我生气。他们发音不标准，我以为奇怪，怎么叫那个狗叫碧辉？碧辉差那么多，莉莉可以，我就说干嘛那么爱我也不用这样。莉莉可以的主人是杰任，是杰任，对。然后所以这边就请大家放心啦，这个狗都很温和，对。但是他们假如真的不小心发脾气的，请跟工作人员直接反映。哎，这些狗都不了不起呢。开玩笑，看过多少明星、啊？你们要知道，那个台湾的狗吼，听过乐团最多的可能就这几只了。对，没错，对啊，五百啦，对不对？对啊，他们都来听，而且你知道多大广众？陈升在这边唱啊，他们就趴在那边这样，然后陈升怎么叫他们也不走。他们就是要来听，多有气质啊！那村，那个铁花村里面的狗真的非常非常有气质。好。上来了、啊，哎呦，耳下，哦，来介绍一下，这只狗叫耳下、嗯，好的，好，请问您现在要唱什么歌？好嘞，来，不，刚刚唱的是《夏宴》这首歌，在它的主人在叮叮叮叫它下去，我听到。OK， 刚那首歌大家有听过吗？有吗？有啊，那年纪跟我一样哈、哦。你为什么摇头？哎、那个上个月出的新专辑，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同年龄吗？都听我妈在唱的是吗？对，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凤飞飞，对不对？对，我爱她。我们再唱一首她的歌，对，缅怀她，顺便感受一下夏天，对，夏天的凉风。对，明明就很热，明明就很热。对，上半场是部落风，下半场呢凉风。好的，好。
很热，你不要一直说心静自然凉。哦，超级太热哈、啊！师父在这里，师父常常跟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对不对？师父阿弥陀佛。哎，是是吗？师父阿弥陀佛。对啊、哦。然后我如果没有跟师父打招呼，下来就跟我说：“国谦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打招呼的？”师父有看到你啦。我站在台上，当然要看到我啊，远远也看到他了。怎么唱这个凉啊凉，是很热很热。本来想说唱凉啊凉，那个风会来呢。好了，委屈各位了，真是。好玩嘛，对不对？好的，对呀、啊。不然我就怕你们听姐妹花的歌曲会一直想睡觉啊。刚刚村长就说我们的歌太有气质。他是这样说的吗？我自己来讲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跟黄医师来做个结盟哦。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既然我们的歌声是那个可以，我们是疗愈歌手。对，对。乱讲，那就不用吃安眠药的意思吗？乱讲。那台下这些朋友们，是因为我们刚唱凉啊凉啊，凉啊凉啊凉，有没有觉得很凉？下一首歌很缓慢，大家一定会有感觉。一定会有感觉，有凉风吹过来。好了，感觉一下啦，你们哦，电风扇赶快放下去。会啦，会啦，一定的。下面这首歌，来，《南海姑娘》，我们尽量唱的缓一点，慢一点，感受一下，看是不是有点风会吹过来。嗯？什么？Thank you.
么简单的歌词我还忘记，果然土石流了我，跟着我的汗一起流掉了我的脑袋。好，真的太热了。南海姑娘，请问你还好吗？每一首歌都要问人家，没有，不是我问他。你看看，你看他的手，好可怜、哦。他为了要帮我们伴奏，你看，他做很多的工作，也要弹吉他。请问你还好吗？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我向你们一鞠躬，真的是谢谢你们。不要这样，很像参加那个什么，给人家一鞠躬。一公里，好。好，不要讲笑话。谢谢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好、哦，是哦，我已经翻到那个台语歌了。我不是嘞，无歌词。你还爱未唱到几调？几调歌哟？我们唱一下《绿岛小乐曲》，它也是我们台东的观光景点。咱今仔日哈，有唱台语歌？还没有啦。哇，安尼哈，也不会啦。哦，绿岛小乐曲。好几首啦。来来来，这是的、现在是绿岛小夜曲。好的，我们划船一下。我们刚刚说今天下半场的时候有海边啊，有那个有浪花什么之类的，还有海风，所以我们现在要游到绿岛。对，绿岛一下。嗯，我们来潜水。阿旺，我们怕潜下去起不来。我会浮在上面，起不来的是你们。我们有一个弟弟啊，有一个。对部落的地点，哦，我阿公厉害呢，去为什么要这种口音？我阿公很厉害呢，去捕鱼三十年，潜水三十年要上来呢，很强，很强。他们听不懂啊，怎么办？我开始胡言乱语了。潜水下去三十年没有起来，哎呀，阿们，好，哎呦，好啦，好啦，我们要去绿岛了啦。阿姨的笑话不好笑，开了，真的是。会唱啦，一起唱好吗？妈妈一起吗？哎，对，这个阿公都会唱的、哦。姐妹们，到底我的姐妹们有没有来啊？树的长影淹没住我的情。
有在练习，真的有在练习。然后我们就挑战自己，要唱几首台语歌曲。几首下一首怎么讲？谁会讲台语的？下一首怎么讲？好几首，嘿，好，好力了不起啊你，好，对不对？好，他一直笑。我阿罗来要挑战几首歌。你讲歌名？几首我拢无唱过，我看卖一下，我要深呼吸一下讲，拢是为着你啦，拢是为着你啦，好。哦，这首歌，迄卡拉 OK 个出名个，好。阮无唱过哦，嗯，好，这是第一次在这里唱。好啦，拢是为着你啦。啊，恁个耳朵都爱拍开，勉强啦，嗯，好。其实他们唱台语歌，他们真正唱下去，你们会怀疑他们会不会讲台语？对，可他们真的不会讲台语啊！听看看他们唱这首。我有问过为什么我们唱台语歌的时候就可以唱得很顺，可是讲就讲不顺？真的，然后唱台语歌非常标准，人家要好了，我们等一下再聊了。对啊，等一下再聊，先把这个难关过了。害怕。
台语歌安怎？赞哦，介好听啦，哦，比母语歌好听，哦，比我们母语歌好听哈，哦。哎、欸，等一下，那个排歌单的，请问一下，这跟夏天有什么关系？我下一场表演拢爱唱台语歌。啊？什么？唱台语歌哈？好，我们下一次多唱几首歌。我们每次演唱都会安插一首到两首台语歌曲，其实台语歌真的很好听，然后我们其实也在学，然后那个有些音真的很难发，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腔调，有时候会抓不准。可是唱歌因为它是旋律，所以就会听不出来。对，所以我们研究出来的跟着音乐去发这个音，所以可能听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很怪，可是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那个语调其实很难抓得准。对，所以阮就烦恼比较重啊，刷得唱啦 ，Q 吼，刷得 Q 较重啦，是这样讲吗？是啦，唔是秋哦，秋 Q 啦 ，Q 好啦 ，Q 有鼻 Q， 好，对不对？好，然后本来下一首歌其实是要安排台不是台语，是英文歌啊，对。嗯，对，对，然后但是呢，英文对我们来讲没有，因为他们有听，他们有打听到外面底下有英文老师啊，英文老师举手，还有很会英文的外文系的，还好我们没有唱英文歌，因为有外国朋友，他们会认为我们唱的是法国语，所以呢，我们就那个翻唱这首歌，它叫本来这首歌叫做Summer Wine。很会喝咧，呀、yeah, ，对，我会讲英文，我会讲哦两句，所以我们就唱，可是我们唱国语中文版好啦，好不好？因为它也有 summer 啊，有跳夏天啊，对，我就想啊，跳这首好了，高一啦，高一，好，其实唱台语也很喘的，怎么回事？因为很紧张，怕唱不好。你也无跳舞啊，安尼好。有，我有跳哦，左右摇摆。好，好，来，这首歌名，哎，我怎么讲台语呢？好，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歌名叫《葡萄美酒》。你用英文讲看看，不是，用台语讲。葡萄。葡萄怎么讲？葡萄。葡萄。葡萄怎么讲？不。好啦好啦，葡萄美酒啦。OK， 好，英文怎么讲？好啦好啦，不要勉强大家，好，唱吧。心中
喝啤酒啊。嗯，对吼，唱什么葡哎，菩提，葡萄啦，我真要学一下那个台语葡萄怎么讲，不会讲。对，妈，葡萄怎么讲台语？葡萄，葡萄吗？葡萄。盘的盘的盘的啦，盘潘师傅，什么？再讲一次。舞蹈呀，舞蹈，舞蹈，我们听懂。哎，吧台送那个潘师傅一瓶酒，签我的，快点。对，嗯，对，啤酒快点，签给他，真的哦。嗯，人家是师傅。不是，我是说潘师傅，不是我们家师傅，吓我一跳。不是师，不是我们家师傅了。我们家师傅我就不能这样造次了，抱歉，师傅。对啊，不要去，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好讲。桂香怎么办？人家千年功力就毁于一旦。好不好？给他看他喝什么啤酒。好，快点喽，我们要唱最后一首歌。太多，我也只能请你喝啤酒了。我们要唱最后一首歌喽。对，我怕你们太晚回家，没有捷运了。这里也没有啦。对，最近比较流行，最近比较流行轻轨，对不起，台东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你太晚回去，加油站没开，十点就关了。嗯，所以呢，不能回到你们的民宿。好哈，最后一首歌了哈，念安可曲了，好不好？我们也没有准备。对，这个就当我们的安可曲好不好？因为我们会唱很久。林黛玉，你上来了。她就是林黛玉，你看，厉害吧？不管哪一个金曲团体来这里，对，也是这样看他。有啦，灭火器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灭火器一直跳，他就没有办法受。他知道是最后一首了啦，他赶快来保护我们，因为怕你们会冲上来。对，啊，想太多，没有，我完全接不下去。他的睡觉时间到了，好啦，好，阿姨讲话讲太多了，真是对不起大家。不会啦，不会啦，开心就好。那我们其实还没有出道之前，我们都是唱民歌，是的，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以民歌来做结束，好不好？我们要唱民歌。你们一定脑子想了那首歌，对不对？不是。山上
眼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平静的夏天。在跳吗？请大家往后面看，看他们怎么跳吗？马上坐下来。Uncle曲我们自己 Uncle， 我们自己 Uncle， 因为刚刚那首歌唱不没有唱好。好了，你们给他面子，喊一下 Uncle， 预备，去。Uncle， 好了，够了，够了，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对，够。真的，我们不太适合唱。你们不知道我的手已经包那么多层。真的吗？好了，对不起，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拿完戏，姐妹花，拿完戏，你们要听什么？没有人理我们。那我们跳舞哦。哎，姐妹们带一下好不好？带一下嘛。今天真的有姐妹来吗？姐妹在哪里？在那边。刚才我刚被他那个舞步打乱。姐妹们挥手一下，姐妹们。我们明明是这样跳舞的。哎呦，好，好了，小心。然后他一定要这样跳。好，最后一首歌，《拿王星》的歌，打赤脚啦。Oh
好，下课。好，我们再一次掌声给这个平易近人的南王姐妹花哈、哦，再用这个平易近人的掌声。好了，不要看不起人，不要叫。我们这边呢，村狗很多哈、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莅临。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不要为难警察哈。啊，走路可以边喝边吐。祝大家晚上睡觉虎虎生风。还是山盟啊，各位，如果你离开的话，可以把那个杯子啊、瓶子啊拿到我们侧坝那边哈、哦，谢谢啊，功德无量，谢谢。